这样子。哦，一种那种蹲马步的感觉在，需要可能在里面练跑一下，然后增加一点肺活量，然后汗出来，因为它的张力很大，所以超乎了或突破了我之前的专辑的一些曲风跟我本身的能力。对，所以这一次那个有把这个歌完美的录唱出来，也算是更上一层楼。我觉得超棒的，而且我昨天有看到初剪的 MV， 是我觉得里面的演员太棒了，因为其实那支 MV 里面我不是担任女主角，但是有请了非常多对的情侣的演员来帮我表现这支 MV。太棒了，因为我看完就哭了。真的，很感动。你这个演员真的是很被你肯定，应该真的是一个蛮厉害的事情。没有，连你看完都觉得被那个整个情绪张力给感染到落泪了。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不是说他多会演，或者是他多会做些什么，而是你能够感动人，我觉得那很重要。那他们感动了我，我就觉得我这次 MV 很棒。OK， 所以呢，这一次这个新歌呢，一波一波慢慢的推荐出来跟大家见面，然后呢，连这个 MV 方面也非常非常的用心，所以请大家就全力来期待喽。但是我问一下，人生当中有说过谎话吗？我觉得啊，我们常常都会骗自己，就是会委曲求全，就会觉得说，好，如果这件事情可以让它更圆满，我们稍微退一步，我们就会对自己说谎，就说好，我们不会对自己诚实，就想说就这样吧，算了，很正面的去回应他。但是我觉得我们好像更应该诚实一点面对自己。有没有小时候那个在学校里面考试，明明考那个38分，然后回家跟妈妈说，哎，今天老师突然临时说不用考试了，所以没有考？不会耶，我在学校成绩很好。哦，真的吗？不错，所以你是属于那种品学兼优这一块的。骗的话，可能就是骗爸爸妈妈偷跑出去玩那种。真的哈、比较古灵精怪，自己说了都不算数啦。长高嘞。其实他很久以前就跟上流行了，真的吗？宋仲基学他，老婆的对，是太阳的后裔是学他，老实树的后裔，真的，对啊。所以呢，今天呢就要请这个小珍、子成一波、女成一波，就要来这边呢代替爸爸执行老实树的任务。因为歌手最爱撒谎，我也觉得，你都懂了，行，偶像包开始爆料，对对对。会说一些善意的谎言，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来测验几个劲爆的题目。我告诉你，我的专业很少。对，一定要。哎，来来来，来人啊！好，这个老实树的道具2.0版给他。哇塞！半年之内有没有跟你最爱的人拉过机？你们现在不是中午吗？你们会这么辛辣？为什么？不然呢？中午才能问这辛辣问题，晚上你让他们怎么受得了？妹妹。有拉机过吗？最近有。哦。哎呦，真的诚实啊！男生，男生，真的吗？男生吗？哎，男生，你是很想玩吗？我儿子的，哦，是哦，因为我其实觉得我们家比较保守，然后我会希望对待我的小朋友是可以改变那样的方式，就是大方一点，我们可以就是很适时的对他表现我们的爱意。哎呦，那你们的垃圾是就是纯粹用，没有到纯亲亲，是真的到舌头要对舌头，就是。会很喜欢亲他啊，小梅会怕吧？对，垃圾小梅哥，干嘛呢？所以你们跟动物可以垃圾吗？跟动物，动物不会，有的会跟狗。你还好吗？可能会跟猫狗啊，会跟亲有没有？最辛辣的事情是什么？李千娜，请先说。干嘛？小智想说，我要回答啊。李千娜，请先说。是，我先说。什么私密？但是其实他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身体也不舒服，然后我其实也很想要安慰他，可是我又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我又怕打扰他。对，对。哎，你想要聊什么？你要有点那个，有点热，我想要。你直接摇摆。对啦，他其实他蛮害羞的一个人，我想也是，对，他很矜的一个人。然后你不要看他这样子，好像就是想要很大方，可是他其实是非常害羞的一个人。真的耶。对啊，那我他的关心我有收到啦，我觉得也是，对啦，就是生病的时候也是不喜欢人家打扰。也是，所以你们两个人这个如果在聊天的时候可以分享到最亲密的尺度是什么？比方说，有的人会聊一些叫 size 啊，对呀、啊，次数啊，对不对？你们会聊什么次数啊？时间聊那么宽了，我会先走，好紧张。
女生过音病吗？有这些应该都是会的、啊。总是会讲到男生的坏话，对不对？当然一定要八卦一下，不然女生要聊什么？不想八卦。所以最近我们经常聊那个许维恩跟 Kid 他们这个，他那已经不是八卦了，他们是开的公开的秘密了，对不对？好了，所以同时约你出去，你会选择跟谁出去？闺蜜跟男友。对，会选择对谁说谎话？老实说，嗯哼，闺蜜，你会跟闺蜜？你没有的，你没有的，直接老实说，闺蜜不可能。为什么？她就是做梦见色忘友的人。她表面上会讲闺蜜，但是她就是会，要不然你自己老实说。哦，闺蜜跟男友真的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她真的会选择男朋友，然后叫闺蜜等一下。对，哎呀，对啦，男友会多一点点。哦，那你刚刚为什么要说谎？不是，我觉得如果真的闺蜜出了什么事，我还是会到啦。哦，你是说七天以后吗？我还是会关心，好不好？哎、欸，那小珍你呢？我一定是闺蜜，你操控，真的，我真的是闺蜜，真的一定出事是闺蜜啊！因为大家也知道我老公出太多事，对对呀、啊，那闺蜜啦，一定是闺蜜，是哈、哦，对，朋友为主。OK， 所以呢是重友情的。可是我觉得这样也很差，就是以前、哦、你回答，你回答，我不是名人，没有人管我的啦。我想知道，我会同时跟把男友跟闺蜜约在一起。骗人，骗人！你叫闺蜜骗我。喂，两全其美，两全其美，对对对，所以呢 ，OK 吗？好，谢谢，那我们这个。